这里是点心别致精巧，不仅味道细腻可口，而且造型丰富。这些可爱的点心未来还将有哪些创新呢？下面就到国际烘焙展去一探究竟。制作面包和糖果行业的国际博览会，简称 MOBEC Show， 每两年在大阪或东京举行一次。今年在木章国际展示场迎来了第26届博览会，共有来自世界各地254家企业参展，观展人数超过35000人次。看似绘画、插花、雕塑的艺术品是用核果子做出来的，都是可以食用的。核果子讲究首先看到要赏心悦目，遵从此原则，食品和艺术的完美结合体现在每一个细节之中，独具匠心。这些都是参加全日本核果子品评会的作品。最初は中国から来た天津お茶菓子を、それに砂糖を入れて日本独自のものを作り上げたのが1860年代、そのくらいから続けております。从欧洲引进的点心，在日本则被称为洋果子。结合当代科技，洋果子有很多创新，比如运用 3D 列印技术，创造出世上唯一的礼物。精巧别致的设计，让人惊喜连连。